可试试看导师中，看 baby 会不会担心我。baby 你在哪里？我好担心你哦，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？为什么都不理我？到时候 baby 一定超想我的，好浪漫哦，欲擒故纵，嘿嘿嘿。咦 ，baby 今天上班好忙哦，呵呵。啦啦啦啦，嗯，该休息时间了吧？嗯，是不是网络有问题啊？还没找我，这个王八蛋是要跟老娘比是吗？好啊，看谁撑得比较久。哼，喂，干嘛啦？喂 ，baby， 我下班喽。哦，关我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哦？哼，你不用假惺惺了。对啦对啦，你赢了，你可以撑很久都不想我，就怪我太爱你太想你了，就让我一个人孤单到死，就算想死你也是我活该。